Hello， 我是 LV， 我不是医生，可是我是营养免疫学的分享者。营养免疫学它是一门独特的科学，专门研究通过如何吃得对，可以轻松避免 90% 以上的疾病，包括癌症。科学家鼓励我们多吃很多完整性、不同种类、不同颜色的蔬菜水果，因为里面有植物营养素，而植物营养素当然是吃得越多越好。比如一颗完整的 orange， 它就有100多种的植物营养素，芦荟 aloe vera 就有300多种植物营养素，而仙人掌这个植物之王，它是拥有超过10000多种的植物营养素，能够帮助我们预防癌症的形成，切断给予肿瘤营养的血管，更阻止癌肿瘤变大。再来，它也可以帮助我们中和每一天日常饮食里带来的致癌荷尔蒙，比如肉类荷尔蒙，或是当我们压力来的时候产生的有毒荷尔蒙。完整的蔬菜水果它也含有抗氧化剂，能够提升我们身体自己产生胶原蛋白的能力，让我们的器官年轻化，使我们的战斗力变得更强大。那科学家也证实，多糖体能够帮助预防癌症。多糖体它可以活跃我们的自然杀手细胞的活动量高达49倍，更加快速地去摧毁癌细胞跟病毒。而且在这个治疗的配合下，除了可以加速癌症病患者的康复，也可以大大减少化疗所带来的副作用。多糖体我们是可以通过摄入很多的菇类还有冬虫夏草菌丝体里面获得。那除了吃得对，当然也要配合养生之道。第一，平稳的情绪。第二，适当的运动，一个星期我们可以选2-3天来运动。第三，充足的睡眠，大人是需要6-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而小孩是需要10-12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因为充足的睡眠已经被证实可以让身体更加产生更多的这个抗体。总的来说，只要我们吃得对，还有配合养生之道，我们就能够避免90%以上的疾病，还有癌症。